史屈顿众议员今天上午到达台北的时候，曾经受到了世盟名誉主席古正刚等有关人士的欢迎。这位美国民主党籍的众议员除了要参加明天举行的各界援助铁木内人民争取自由大会之外，并且预定要在后天上午9:30钟在中山堂光复厅发表专题演讲。另外他还要和新晋投奔自由的反共意识举行座谈。